点要不要罚款？真的是不好意思穿裙子。哎呀，好，再演哈。哎，特工二百五呼叫博士，特工二百五呼叫博士，我现在哈就已经在这个出租屋的202房间了。你说的那个目标什么时候能够出现？好，博士哈，问问你个事儿，就是我那个装备，你是不是给快递过来的？他给撂了。快递。装备到了。叮咚，我妈给我发短信了啊，儿子，给你邮了一点生活的必需品，里面的东西都是。叮咚，叮咚，快递。这真是快递啊，一点都不慢，刚说完就来了。您的快递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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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挺沉的。哎呦，放在最上面一层的是预防感冒，预防感冒。箱子，我拿这玩意儿能预防感冒吗？这是要一枪把病毒全干死的节奏啊！这是啊，放在最上面的一层是武器，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要的就是武器。听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还真是苹果，口罩。整的打死人吗？这是什么组合呀？在下面一层，妈给你新织了一件毛衣，你试试大小，还是我妈疼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什么局面啊？这是？这也不是毛衣呀，这防弹衣吗？这不是啊？放在第二层的啊，放在第二层的是防御装备。哎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要的就是防御装备。哎呀妈呀，羊毛衫！哎呀，这胸脯都露在外面，这不一枪就把我怼死了。在最下面一层，妈妈把你小时候最心爱的玩具邮过来了。你小时候啊，一看见它就乐，一看见它就乐。妈妈把它邮过去呢，希望你能像小时候一样乐观。就得是亲妈，就疼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小时候玩的什么玩意儿来的？我钱呢？我小时候就这么爱财吗？我什么情况啊？今天这是啪！如果行动失败，用它跑路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路我是跑定了。哎呀妈呀，马！这，不是这个老头是不是疯了？这玩意儿能跑吗？哎呀，我妈给我来电话。哎妈，你那东西，你来看我来了？我刚收拾你东西啊。咱娘俩还扯啥惊喜？行，进院了哈，我在家等你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201，哎，我儿子就住这儿。目标出现了。哎呀，几年不见，胖成这样了，说话肥了。你这孩子在家戴什么口罩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上一边，上一边去。你叫谁儿子？你给我站着别动啊！看看看看看，这孩子就爱跟妈闹啊！这就感个冒，说话怎么还一股海蛎的味儿啊？对对对，妈忘给你邮个东西啊，给你拿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博士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得问问他。这么半天我妈怎么还没来呢？打个电话。这孩子在一个屋还给我打啥电话？儿子。哎妈，你不都进院了吗？没找着地方啊。我到了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哪有事啊，大白天你别吓唬我呀。妈呀，你这死孩子，我这不在这儿了吗？你上一边去，上一边去。行动失败了，我在跑路了。妈呀，是我，你那边怎么这么乱呢？我驾，我儿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我就在这屋，你在哪儿
呢呀？我就在201呀、啊。那我这也不是别的，嗨，这谁把门牌号给弄错了呀？这是。